吓我们一跳！你们谁啊？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？对的，我们犯的就是法。兄弟，商量商量，开门，把莲花经给我们，要不然我们可开抢了。跟他废什么话？我查齐个数。为啥是齐的？我愿意，你管得着。齐。 我可真要开枪了啊！干嘛呀？杨曼，你听我说，不好了，我们被追杀了。你听着，我现在就去报警。等一下，你千万不要说话。 千万别说话，听到了吗？怎么回事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。幽灵。 多亏不能相信这些金牌下手，灰楼兰。这就是通往天界的莲花镜。是的，但好像只有圣女才能打开它。我尊敬的王。 少女，你的王已经死了，现在我是新国王，所以你不要再抵抗了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你不是我的王，你是魔鬼。 给楼兰带来毁灭的魔鬼，那又怎样？就算毁灭100个楼兰，我也不在乎。你这个魔鬼，还能在乎什么？魔鬼在乎的当然是天堂了。在神的预言中，当莲花镜和天使之母的双鱼罗盘。 组合之时，就是天堂之门的打开之日。攻陷天界，多么激动人心的事！你这个疯子，我是不会答应你的。你可以不答应，那就在我身旁好好观摩，看我如何让楼兰血流成河的吧。 神是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也不会放过他们。我要让那些神知道，他们终将被我踩在脚下。